Staying good? Thank God for them. Stay good? I wish you all was happy. Good. Alright? The thing is about, you know, we need water, we need food. And water is essential, but also is food. Bread and rice is important. There should be a lot more like you around St. Martin to help those that they need at this present moment, because we all need someone. I'm hungry right now, so excuse me, I gotta eat. 很感慨的，在八月间开始九月初一次呢走过来，看到的灾情都还没有结束，救灾工作呢还是在进行中。光是每周接二连三呐。 祭红，一个接着一个，灾难过后的，看到人间菩萨那种发挥大生命的良能。美国很大很大，各州的慈济人总是呢陆续的轮流哈、哦，那还有呢坐镇在那里的，已经超过个多月了，他们。 还在继续中. People will be out of work for a few months. You have brought into our community is going to be, go a long way into helping the families re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go back to some normalcy. So on behalf of our community, I want to thank you and we love you. 虽然呢，前段呢告一段落，后续的呢还有很多。 他们就是还在计算，因为有很多人呢、啊，这被撤离掉的，陆陆续续会回来，那群人呢、啊，还是苦难人偏多，这要等待他们，那陆陆续续还要再登记等等等等呢、啊，如何让他们呢回来安生活？ 这都是呢，继续在这看灾者在记录中哦，是很大。还有呢，地大不调的墨西哥，看看这样接二连三都是强震啊，所以那样的人人住在当地真的是。 很担心呐、啊，这种的受惊之鸟哦，那又看到了葡萄牙，哇，火灾呀、啊！这消防队呢，要靠近呐、啊，都困难重重，实在是触目惊心。这一定要相信呐、啊。 佛陀在提起这一个五浊恶世化解的这个时代的四大不调，地水火风的不调和，现在很密集啦。你看，已经退出去了，又重建进去。现在这个纳特也是一样。 前面的哈维也是一样，已经呢把它扫了，造成灾情了，那已经呢离开了，那但是呢，它又快速的又转回了，又造成灾难。现在的这一个纳特也是一样。 虽然呐、啊，它是一级而已啦，也是带给了大雨、风，这在纽澳良哦，那好在他们呢有备无患呐、啊。哎，看到人呐、啊，撑墙到底有多强啊？这还是呢，人力啊。 永远都敌不过呢，
天大自然的威力，所以我们呢要缩小一点，谦卑一点，要战胜前程。现在要看看人人是否有觉醒吧，是否有谦卑，有没有虔诚啊？这大自然的威力，唯有看靠着我们的真诚的一念心，要不然呢，实在是人力也不可为啦，实在是没办法。所以看到了，有灾难的地区，菩萨到了时刻，可以呢，启发了救地的宗旨。这两天来了，师贤回来，他也都很把握时间，把他的见闻呐、跟大家再分享。回顾了过去的曾经在阿富汗的那个时候的见闻，这是分两段哦，不同时期哦。他们坐飞机哈、那个飞机都是弹孔，啊，运一挂药品物资要去哈、我还记得爱德华还带了四顶降落伞，原来他也知道说有某种程度的危险。那我们的飞机不止老旧了，可能有时候还会有被炮火打中的这个一种危险啊。那人在空中在那飞说，哦，下面有高射炮，到底呢？这万一哪去会碰到的事啦？这些东西要安全落去还是人？降落伞是要给物资呢，或者是要给人？后来他们说啊，干脆呢给物资安全降落，是经过这样的呢。那再一趟去的，在冬天里好冷好冷，可要知道那一回啦，他中途呢都一直有传闻抢劫，我们要把几个大卡车的物资运到那里去，关关卡卡，这投入了难民营那一段时间，看到的那孩子啊，我的慧英啊，这一个小家长要庇护的三个弟弟妹妹，那还有呢，在那个沙漠上啊，雪花片片呐、那个孩子啊，背着他的啊幼小的弟弟还是妹妹，要来领物件，要攀过了那个沙堆啊，上面呢是覆盖了白雪，那一种哦，真的你看到哦就不甘的，这是历史见证啦。有去过的人呢，才会呢真正的感受到、描述出了那个时候的感情。但是呢，不曾经有过的慈济人、人间菩萨，更需要呢留下足迹，因为过去佛陀所说的，都在说过去的菩萨发大心、立大愿。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菩萨在人间，现在大家有做过的要分享，你们有分享出来，我们现在的历史就会在。所以请大家，第一，为时代做见证，是说过去的我们有去过的景象都要把它留下来。过去佛陀时代没有，慈济人现在呢创造现在的菩萨足迹，就成为未来的历史。所以说，有耶过去的
佛陀呢2000多年的精神能量，我们现在落实在四大八法里面。那我们现在呢，开始要把这样的精神道理变成了四项，我们要好好的记录，延续未来的2500年。所以早上啊，晨仪就是佛悲以息，佛悲这样的精神理念还要再延续呢，比过去的时间还要长。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请大家要多用心啊。